好了，开始拍了。拍了，今天来到米香屋，看了牛肉片，那切片的，有半斤的呢，有斤的呢，有斤的哦，好不好？120的有斤的，有斤的。然后我喝个汤头，转过来了，半斤半肉的。没有很咸，吃一下面吧。面是属于花面的，好不错哦。牛肉切片，哦，有筋呢，半斤半肉。不错吃，这足有嚼劲的哦。这碗120，没有很大碗，不过不错吃。料很多。有半斤半肉的 ，OK 啊。蘸上辣椒。蘸上辣椒。好，我老婆点的是那个，啊，加，再多一点，油不要了，那这边牛肉料理都还不错 ，OK， 可以，重叫重叫 ，OK， 那这边从早卖到晚，而且吃的东西啊，什么牛肉煎饼啊，牛肉什么，猪肉卷饼嘛，牛肉卷饼都还不错。牛肉卷饼我是没吃过啊，放大家回来，放大家不错吃的，我还加那么多，这样比较棒啊，120就有吃到半斤半肉了 ，OK。好了，我们就接到这边了 ，OK， 然后用餐了 ，OK。好了，那喜欢我们的影片，欢迎订阅哦 ，OK， 我们用餐了，拜拜。